很多人问我要怎么做好商业分析，一头栽进数据海，只会让你迷失方向。逻辑思考就像一把钥匙，能带你解开各种洞见。嘿，你的思考有逻辑吗？你的逻辑够清楚吗？在数据当道的时代，人人都需要商业分析思维与数据分析能力。无论你是行销人员、专案经理、产品经理、业务开发，或者是工程师，你都可以通过手边的数据搭配完整商业分析流程，替公司解决问题并创造价值。在庞大的数据资料面前如何着手分析，在模糊的问题中如何拆解问题逻辑思考，并从数据中截取洞察，在各个部门面前发表商业策略，如何让你的简报易懂且有说服力，或者在准备转职商业分析师的你苦恼该如何准备履历面试，我会用最浅显易懂的白话教学带你理解简单实用的完整商业分析流程。这次让我们一起学好商业分析，从改变思维逻辑思考开始。